我对白老师的第一印象，露露哈，是真的非常的。这个夸人是小丫头，挺会写，小丫头。当下你和露露对戏的时候，完全就是跳脱出了我当时的一种设想。我明天出差了，亲爱的妹妹，拜拜了，后天回来。我老妹在那儿等。我拿了你老妹儿怎么样？拿了钱，然后就一个祝福。什么祝福？露，愿你拥有一个双向奔赴的幸福婚礼。不愧是我啊，也不愧是你，早晚要嫁你的吧？来。是露露，不愧是什么？不愧是露露，好，任务达成。啊，林克有什么新作品要？最近的应该是《宁安如梦》吧，就跟白鹿的《宁安如梦》。林克轻轻的，他是那种在现场唧唧歪歪，就像个小女生一样，他会给你来就是给点没风没理的那些事儿。然后就是鹿眼呢，他就是性格非常好，像一个大大咧咧，像个男孩子一样。我就是大开大合的一个热情澎湃的少女，善良无拘无束，然后随性。用火锅食材形容我会是什么食材？桃天椒，因为我觉得其实你有一点像四川妹子的那种火辣直爽的性格，所以我们玩的那么巴适呗，巴适的呗。要用剧中的一句话来夸对方，但是要用方言。这个女娃娃哪个变聪明了呢？啊，我听懂了，有人听懂了吗？这个女娃娃哪个变聪明了呢？好，白露露，快白露露，不要，来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是白露露，露露漂不漂亮？漂亮。发布过和身边四位有关的社交动态？有啊。你什么时候发布过？你发的什么？发啥？身边四位有关。没有。你基本上每天都坚持健身。我每天有点夸张了你，差不多。哎，不过但他真的一直每天，他特别喜欢打球。他天天早上多早，然后收工都要去打球。没错没错，对。白鹿今天发布了一个单曲，名字是。我知道。四个字的好像是吧？今天发布的是吧？今年，你说的今天，我什么时候说的今天？是今年。告诉你，毕业了。我对这个歌这种东西吧，不有点太敏感。PTSD。反正我知道有一首歌了。来，换个人答。来，再抢一次，来。3、2、1，宁宁今天发的歌名字是《漂浮宇宙》。哦，那放的是一个网速的存在，谁买的网速高？那肯定是。这放炸裂鱼也是相当炸裂的存在。啥？只会让我真的是这句吗？只会啊？什么都磕，只会让我营养均衡。什么都磕，就是什么类型的都。什么意思啊？你浅浅的微笑。这个我知道，乌梅子酱呀。那鱼分贝刺客是你呀、啊？我看弹幕有人让我开口，你们都会是有走不出来的情况吗？我觉得露露可能会有一点，因为露露特别感性，我觉得她有时候真的说自己在家看剧本的时候都会看到流泪。露露是看错了，看哭了啊，无数次。但其实她拍出来还蛮有情趣的，对吧？我们回就是很有看点，就这个意思。那其实拿我手机啊。你手机。
教你一下，他不是很善良。没有，陆姐她比较严格，她会盯着我说，哎，你今天这个妆这个头套戴的歪了啊，你这两天少吃点，胖了哈。她会比较严格，比较喜欢成熟一点的，然后他可以很稳重。老师本人非常的成熟稳重，脾气又好，然后又温柔。老师真的是哪有哇，真的很成熟，又成熟又稳重，这个真的很好，非常好，各方面。你不要再夸了，没有夸不下去了。这个嗨，我们夸不下去了，我去写一万字夸你的，就非常非常非常聊得来的，有默契的一对眼。对，我都从来不怼他的，非常信任。你为什么要脸红？因为紧张，因为、哎、因为他坐在我边上这样。哦，你哦，哟，换衣服了呀？嗯，当然了，你怎么不换？你怎么说我换了呢？果然眼中只有美女。拆 CP 是吧？卖不提要，我觉得你动得比我要动。不是不是，我在找角度，你挺一下胸。往右边看。往右边看。侧脸是吧？不想拍你了。我拍没拍拍拍女生，女生好。来。把空花时机要引你注意，真的有些想闹情，雨里太多雨被拿了空气，只能够选择迟疑，如往常的忧郁，不然就去多看风景，一整晚的诗意，所有感受都为你，爱本就没有定律，反正我选择认命，呼吸随你的温柔变越来越近，让我打把手放下你的忧愁，早就习惯为你自由的冲动，如果你点头我就不退后，多么长的黑夜白天我都可以等候，碰巧这个时空这个星球终于和你邂逅，有一种孤独反应是受到你的指令，远距离触摸不定，但时间也能摆平，有太多不可思议，一直都乐此不疲，把心态好放弃，如果有超能力全出你，有一种孤独反应是受到你的指令，远距离触摸不定，但时间也能摆平，有太多不可思议，一直都乐此不疲，把心态好放弃，如果有超能力全出你。
前途无量，奋发图强。一秒钟的瞬间就已注定，两个人的故事你我决定，三个字的答案没你认定如此肯定，一秒钟的相遇就能决定，两个人的擦肩你我约定，三个字的开始为你认定如此肯定。当清晨第一道光照进了你的窗，温柔浮现脸庞，时光已不再漫长，因为你的存在，空气里弥漫芬芳，因为你被偏爱，阳光洒向你太美丽，争吵在拥挤，你是意外惊喜，被定格在梦里，想和你永远共同回忆。你是新的，你是新的，不是你张张超，这个小孩啊，就是那种叫什么小孩啊，就照顾的还行。注意分寸。谁是打得最好的？你这个手，我都没举起来呢。我俩吧。当然。我俩水平差不多吧。咱俩水平差不多，不是吗？平心而论，是不是我打得挺好了？是挺好，但是你跟我就是哎，行行行，好，你厉害，你厉害。OK， 其实怎么会错呢？谢居然也许不会一直赢，但他永远都不会输。你这现在突然说这个话是在干啥？反驳我还是在反抗我？本场出现了。这波双杀，我需要追吗？洛良给了一个别的大招，给到对方的轮西，奶了一口高明奶，最后三杀，四四杀到手。我的天哪，一波趴上 Q。他带飞？没有。我没想到露露竟然玩那个游戏这么的厉害。就是你看，刚刚学手是五月式，学的超级快，然后就玩的真是很厉害。我就跳不了，非常不协调。没有你怎我怎么办？新年感谢。三年零一个礼拜。哎，等一下，我有一个提议，我觉得今年我们都会唱吧，要不我们一起大连。没有这个必要，没有，我们看着你们两个尴尬挺舒服的，为什么要？不尴尬。预备起。我见过让你开过的花。预备起。时光的河入海流。我们俩天天在现场二重唱啊，是吗？对，我们俩还比过那个口气唱完那首歌，花絮里也有了。黑的白的红的黄的，那不是那个邓紫棋那个。哦，邓紫棋的。我们在一起。版权。嗯，我只唱了三两。这辈子我会跟超唱跳无缘的，大家不要来而且我赢了。重要的是我赢了，主要是我赢。不是说了破什么多少？你把你的嘴闭上，好不好？主要是我赢了。好，罗老师两分了。他答对了吧？
下我就多看一眼，表现多一点点，让我能真的看见。口爱少说一点，想陪你不经意点，多一点，让我心甘情愿爱你。Oh baby， 情话多说一点，想我就多看一眼，表现多一点点，让我能真的看见。Oh baby， 少说一点，想陪你不止一点，多一点，让我心甘情愿爱你。老婆一定是第一。